然后就拆牛户上，然后就是这个过山，这不是低速吗？不是低速，它就是现在过山，就慢慢松。就慢慢松。再开完都是回归的啊，你现在找，然后的话就是把个电源开完，然后的话就是后装载，好，我们再小起来这一步。这个手动的话，到了手动状态，到了手动状态，这个然后，两个都到自动状态是？对，就是到了自动状态。好，然后就启动，电子动。你还得，你得去把那个交通工倒出来。啥呀？交通？不交通啊？然后，就是单子动作完了，完成了。就是。然后的话就是你一个单子循环动作，也是循环动作。单循环动作，然后把那个拉杆子过来就好了。完成了以后的话就是手动的，就是全手动。手动的。那么呢，我就是把门张开，你看那个，就是把门张开，然后把门，然后这个把门小心。这个探头目前应该也是一个。就这水都已经顶住了啊。哎，我给你顶好了。那不是能那么晚再估计，我顺便引路能爬五三了，爬一个视频，你再看操作杆儿。操作杆儿的话，就是这个动作完工了，完成了以后。都是这个这样分，就仪表的话，仪表都没拿那个。仪表还是拧上？仪表是拧，现在是拧。就是你调的这个动作是？对。我调的动作拧，把动的动作的话，我给你打开你看啊。任何一个动作，我把这个推杆的话，它在拒绝里头。我放到地下，放到地下，放到地下的话就是升轨动作的话，就把那个滑板在一起的话，然后我们再把那个滑板推出去的时候，加个节油的再给你试一下。这个东西的话不需要人了解，不需要人了解哈。这个第一个动作做完了，然后就是现在。走完了，然后这个把开关开到这个地方，开到这个地方，然后的话天窗器打开，这个这个天窗器在开，对，升起来了。对，你现在爬好了，我爬。好，我是给东东你在开呀，我。
存起来嘞。啊。你带盘的。哦，我再存起来。去哪里？这是新垃圾的时候，新垃圾的在浇的时候亏气啊，那我得再把这个海关打开，直接推出去。哦，就是这个就是推。哦，推出去你再然后再后头这个照片就行了。我把油门调一点，你把那油门踩一点，油门踩高一点，那边，那边油门，油门，对，这个踩快一点。这个不是霓虹吗？那是油门。哎，我在这儿。那老板是油门吧？啊，这个是油。这个油我在这儿嘞，这个是牛壶啊。啊，我踩高了。压下去，压下去的话，在装载的情况下的话，给你搞一个那个视频，嗯、就是把那个推板的话，就是压在正中间，中间的话它的压层，就是说就不用说藏在那个中间上了。这个的话一定要注意。这个现在的话就是我把推板把推动起来。好，我先把那个推板放正中间，然后就到这儿。啊，这都拍了，你先把推动器可以放下来了。不，你把这个推动器我放在中间。啊，没事，我已经录视频了，就是说表示这些东西都可以用，这都行了。可以用的话，但是的话，他用不了的，他就是说。我操作的话，我要写说明书给他的。好。我现在的话，肯定就拍不全嘛。